我给妹妹涂蓝色。咦，妹妹怎么没有变化呀？我给妹妹涂黄色。啊？我给妹妹涂红色。孩子们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妈妈，我们在帮你呢。你们太淘气了，以后不许再这样对弟弟妹妹。怎么办？看来涂色没有用，我们明天再等等吧，说不定宝宝会自己生长出颜色。小苗，快看你妹妹，天哪，怎么是这样的呀？小苗，美人鱼，快看你妹妹，哼，这才不是我妹妹呢。白雪，快来看弟弟，怎么可能呢？宝宝们怎么还是没有恢复颜色？我们想想办法，帮帮他们吧。我又想到一个办法。妈妈泡蓝色浴缸，我倒黄色沐浴露。妈妈泡红色浴缸，我再倒红色沐浴露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们在救妹妹呢，这次应该能成功吧？什么？他们怎么还是没有颜色呀？什么？你们这几天就是为了这件事吗？我们给弟弟妹妹拍的不是照片，是 X 光片，本来就是黑白的。什么？太好了！原来宝宝们没有事情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